送哦。我们计时结束，会有工作人员去帮你算数量。做好了，好的，我们一分钟就这样过去了，但是还可以，没事没事，我们还有很多时间。枪位嘞？哎，差多少保价？差很多了。好。这不下。好机会，打还蛮好打的。那不如去打七点。我去看小镇如何。哦，可以，好运来了，捞不起来。其实如果打很快的话，就这样投钱蛮可怕的。对啊，八分钟投钱投慢一点，有点。还有五分钟哦！你看，还有五分钟哎。你们两个在讲话没？上路了。这样会投很多钱。不然他怎么赚？哦。他在浪费我的时间。没事，来了来了。把后面挖下来。反正会不会八分钟把一千块投光光啊？有可能。我好想去看他哦，他应该蛮好笑的。干嘛拼呢？就慢慢投就好了。嗯。不要投太快。啊？不要投太快，很可怕。速度做得好，出货没烦恼。他
干你老子！水，这还丢了回去？还有三分钟，应该是两分多钟。哦，这还丢上去，铁甩，盾甩。哇塞！哦，可以了，他到枪了。差一点，翻出来。哎、欸，不行，夹身体不行。一定要夹康远的杆。快一点吗？我不想投了，很电呢、欸。你可以休息啊。哦，来了。我可以扣掉一分钟帮我补货吗？不行，没有补货。我干，这还没出。不服，要么硬丢丢回去。啊！我觉得这一根打出来就好了，就休息了。你觉得嘞？啊！可恶！这花花好可爱哦，想留一只。剩最后一分钟喽。好了，最后一分钟了。休息。